日前，刘烨在微博晒出儿子诺一弹吉他的视频，并称媳妇儿的几个外国朋友来家里吃饭，诺一给大家弹了首北方小调。什么北方小调？明明是铃儿响叮当。而网友们也纷纷评论道，虽然只有一瞬间，但是看得出来诺一又帅了，诺一技能棒棒的。还有网友调侃道，诺一为什么这么多才多艺，长得还好看？因为他爹比较英俊潇洒，还善良风度翩翩。